我们怀念他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看到没有？86寸的电视这么大，难怪我这个坏儿子说要找一堆人才能办。真的很大。哎，他最帅哎。是啊。哎呀。喜欢吗？他也比人比较帅。哇，超大台。来，让各位看看有多大。来，这是我啊。我的手还没有办法全部哦。哇，这一步出来了，这步就是在未来里的。哇！我两个电视交换，因为这是冠达送我的生日礼物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智慧电视给我妈妈用，我妈妈应该不会用。所以 ，Jerry 就是继承我的遗产。现在讲财产，不可以讲财产，财产，财产。我们把黄金当炮门的，知道吗？阿不大玉，他就是我最丑的干儿子。来，叫什么名字让大家知道？我叫小 K。小 K， 对，他有八部敞篷车。没有那么夸张啊。你说八部吗？总共17部。没有，17部敞篷车。他所谓的敞篷车呢，就是他的货车。双人敞篷哦。虽然第一次看到我订的货，他不相信不是他送。第一次打电话来非常客气，第二次就孙总，我要送你的电视来喽。一开门就价值2500，我不要跟你收哦，我送你的哦。意外不意外？那现在一个女儿，三个女儿，长得都长女儿了。没办法，前世情人太多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这我现在在赎罪，你知道吗？外面都是我，也是我的干儿子啊，我每天都辛辛苦苦在养他们。应该是干弟弟，他们都跟你叫兄弟，他们都叫我干爹。真的假的？但我不是爷爷。对啊，你干爷爷。干爷爷。干爷爷。他们都变对我很好。原来我不知道这个电视是这么麻烦，看到应该知道很麻烦哦。你看，赶紧去拍。超大啊！去拍，他们现在在拍。小米这一次很贴心，他特地还有做一只手把给我们拿。那大陆有卖120寸的，不是更牛吗？对啊，还有咱们12个人。超大台，难怪小 K 说要6-7个人。他今天跟我讲说带一堆人来，我以为要来炒狗仔。干嘛呀？哦，大刀。吓得我要死，那我怎么想我都没骗人，没有跟人家借钱的、啊，他来跟我讨债，一出电梯我才知道，哦，要这么多人，看到这种小孩，我心里就开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觉得这是我一辈子以前碰不到的事。你看现在多专业，在表示他在做好事。那他哭几啊？我看你的腰带什么 ？LV。LV， 那你呢？我好像也是 LV， 你买 LV 的嘛？你看卖电器多好赚啊！对啊，你看，你今天没有戴金项链哦？哦，幸亏，你要去囧我很黑心的话，卖一台电视赚一台电视。哦，听到没有？并没有。哇！看一下，特别吧？超大。这也是生日礼物，冠达送的。冠达觉得这两年他在我身边学太多，赚太多了。本来他要帮我换手机，我说不要。那本来他帮我换电视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65寸给谁。后来我想到你的时候，他说 OK， 你看你他也 OK 哦。但是你要习惯，因为他是智慧电视，偶尔你打开他会重开，在那个搜寻在。哎呀！下载很多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因为里面有太多程式啊。如果你发觉它遥控器有问题，哪里有问题，就跟电脑一样，电源拔掉，重来。哇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哦！哇！来了！哇！这个 ！Oh my god！ 好大台哦，好爽哦！这里交给你。你是看看老板靠没？他不是我老板，他是你谁？朋友，资源的，资源的，好，资源最大，对不对？他也是老板。好，所以我替你一下，靠北啊！完全丢了块金砖呢，金砖奖。
很赚的。好大块。你看他们公司是多么有规模的公司，剩下你看自动排成一排，你们这样像不像？哦、不要打我！全部都黑衣，不要打我！打你个屌！哇！黑啊，很细耶。那个平常时在看的韩国女星，对不对？他们的粉底液很明显，人家黑的地方非常黑，应该 OLED 嘛，对不对？哇！漂亮。太美了，很开心。今天冠达的生日礼物已经送达，是由我这个坏孩子，明宝冷气的老板，对，没有错。大家叫他小 K， 那小 K 有一窝子跑在公司的小弟，需要讨债找我。假的，你看我几多坏孩。孙总认证好的，他一定好，不然他长得这个样子。我是认真在做工程，我们特地都是看起来像八加九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很认真在做工程。他们是脸长坏了，长坏掉了，跟长相什么关系啦？小 K， 你今天这样子抓我上车，你有什么回忆吗？年轻不懂事。那你现在还是不懂事？没有，玩乐而已。那你怎么会玩老爹？因为想说哈、哦，要不同的出场。不同的风格，不能跟人家一样，知道吗？我这三年多没有这种风格。我们没有在真的跟人家走黑社会的路线。你以前有走，现在都要走正途。家庭有老有幼。对，那那个为人家着想，子弟兵才会跟着走。我去新竹的时候啊，角头都来找我，他们都开餐厅，他都说现在不赚钱，小朋友不跟你了，而且每个都好大条。今年我可能没有带出门。所以就比较少带项链，低调。对，我们低调。上次被抢过一次，他敢抢你、啊？没有，是我那个夜店喝得太开心了，把项链拿起来甩。那怪谁？想说就是那个失学少女，因为他们就是家境不好，所以你就会故意甩给他，就对了。对对对对，那你也是做好事啦。对对对对，八加九就是有义气，他连甩项链都要甩到失学少女。那他真的生意太好了，而且他又没倒。施工中的时候不小心从二楼摔下来，对啊，大家都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客人，但是会影响到我们施工不好施工。对，因为每个环境不一样，对对对 对， 对，尤其旧房子最难装。新房子我们没有什么安全上的余力，但是旧房子它的安装的方法都太多。对，现在越来越热，然后再加上说，因为我们有在做外包商，昌坤也好跟某某，所以其实实际上。我们比较少去接过路客，你硬要我做你的过路客啊？没办法，我们这个有缘分。我这个是有缘分。我今天没有你去某某购物买东西，不会认识到我。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缘分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没有这个缘分，我们不会认识到。不要说是夏天了，我们冬天案子也太多。哎呀，八加九转正成功啦！没有啊，不是转正成功，我还在努力当中，但还在正在爬当中。我现在一直在赚钱，也在赚，但是。我赚的钱都是取决于这个团队。假如我今天赚100万，我不可能说这100万都是我私赚。当然啦、啊，我会选择说把这一百，这是团队啊，分给我这个团队的所有。那刺青自己比较大的分比较多。哎，没有，跟我年份最久的分比较多。那我跟你也两年啊。哎，那你每万一万的话，年终奖金可以分到40万。就有40万，你给我，我会拿钱甩罗志祥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千万不要，因为罗志祥才10万，所以我拿40万有没有？罗志祥，这是另外的小师弟给的红包，看一下。他说包多了就看不起我，我说这时候就请你包多一点给我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这些八九的儿子都知道我要吃什么，什么燕窝鱼翅啊。呸！难吃。所以你今天选油库口欧阿米爽，你知道从昨天开心到现在，因为我好久没有吃到好的欧阿米爽，所以我们进去吧。走。你有吃过油库口的欧阿米爽吗？没有哎。那你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？小哥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？从小吃到大。听说这边是个巷口美食。对，巷口美食。嗯，好吃，好久没有吃到这种味道，古早味。因为它的蚵仔很新鲜。而且老板对我们很好，有特别帮我们留位置。那我每次到任何餐厅，老板都会送东西。有送啊？哦，送这个。这是什么？那是你买的吗？对。
不是，他送的。他说这个算招待。你确定吗？如果你讲谎话，你会不举哦。哇，刚好我已经剩三个，我会拿。不打算举了。我今晚来八加九啦，屏保冷气工程啦。一定要抓的这样，介绍你的伙伴的。好，那伙伴可多了。那个已经跟几年？我算一下，好，给你算十年就好。这个工程技师，工程技师，对，工程技师。人家在民保流动率很低的。你好，我叫老肖。老肖，你几岁？我24。24，最胖的。我叫牛牛，我来八九年左右了，就一路学到底啊。我叫眼镜，算一算也第六年。麦在这里，麦在这里。我认识的八加九都非常有义气，对任何事情都看得比别人重。但是今天好像只有你赚最多钱，你的特别重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八年的呢？我的吃掉了，吃掉了，吃掉了。那你呢？你怎么没项链？我不需要挂。新来的，低调低调，对不对？低调。对，那你十年呢？低调就好。你十年没有财不外露，财不外露。那你有多少财？没有财啊。所以我对八加九我一直是非常敬佩，因为我有认识八加九的朋友，那真的对我很好。对，到我家玩干嘛？我家的电器坏呀，干嘛？他一定想办法帮我修好。他不是像有些人，哎，来了走了啊，孙总你这个怎么样？那个怎么样？那我帮你修，那个我帮你弄。八加九为什么这么好？所以很多妹子都喜欢我。辣台妹就在讲我的故事。那台妹看到八加九就昏倒了，对不对？故事就是一般。民保冷气工程办公室真的不像办公室啊，但是他们每天工作这么忙碌，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啦，还是要有点休闲的，对啊，大家辛苦了，下班了，然后躲在后面，对不对？喝个小酒，那喝个小酒，把桌上的垃圾整理一下会死吧？啊，那个没意外都是我老婆制造的。你老婆不是帮忙，是制造。对，她是制造者，这边被她占领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改一阵地了，改到隔壁去了。看到没有，八加九都是疼老婆的。你们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你只讲假讲 gay 啦，这个啦，离婚的啦。为什么？他就跟人家跑了啊，人家的比较好用呗。明天我帮你预约露珠。来，一二三，谢谢孙总。也希望大家支持民保冷气工程，他们除了有卖电器、冷气，还有很多维修工程都有做，还有租阿法车的租人，所以喜欢记得找民保，我会在这边给大家连结。喜欢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民保，谢谢小 K， 谢谢阿宝、老肖、眼镜、牛牛，牛牛离婚了啊！好，拜拜。Just a boy who's been happily avoiding everyone. That's what I like. And you're just a girl who's been hiding from the world inside your bedroom. But now I've got you, and you've got me too.